那边非常神奇，就长了几棵树，然后最上面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树，如果是树的话，那更是孤独的一棵。再不看，夏天就过去啦。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，那里的狗要向我跑过来了吗？这个狗一直在叫，这叫什么？这是小菊花吗？小雏菊。走近发现，这个狗被拴上了这个横的木头，它是过不来的。这个人家也是，可能是为了出于保护我们。来，因为这里实在是太漂亮了。